第91号大师复方纯精油。现代人生活压力大，心里累积许多情绪和压力，大师复方91号保养纯精油就是针对 EQ 与情绪平衡所调配的。若你有出现这些症状，身心健康就有可能产生不平衡的问题。身心健康失衡有可能造成这些现象产生。情绪影响压力荷尔蒙皮质醇的分泌，过多的压力荷尔蒙会影响心血管、内分泌、免疫等系统的运作。大师们针对情绪失衡的原因归纳为三种，针对这些问题调配出稳定情绪的第91号大师复方纯精油。阿米香树精油淡柔的木头香气可以帮助心理宁静沉着，达到内在平衡。新卡里多尼亚檀香精油具有高含量的檀香醇，可以缓和情绪，安抚神经，增加多巴胺，保持愉悦的心情。墨西哥沉香精油可以帮助镇定中枢神经，安抚焦躁不安的情绪，成分温和，小孩也能使用。共有一屠夫，二蚊香，三泡澡，三种方式。第91号大师复方纯精油为平衡荷尔蒙、稳定情绪所设计，要有健康的人生，情绪管理和饮食运动一样重要。白天使用第91号，让沉稳的木质果香调帮助你平衡身心灵，稳定情绪，冷静地处理繁忙的工作。